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狗才乐团。狗才乐团，我是假手雨桐。大家好，我是鼓手俊元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兼节奏吉他手潘维宗。贝斯手谢宗福。我们今天呢，受精选邀请。没错，我们刚才做一个挑战，什么挑战呢？我们要改编我心痛了快要死掉的歌词。要改成什么风格？我们大家要抽签。OK。紧张吗？紧张的环节。紧张吗？还好。那你紧张吗？哇，信誓旦旦交给他，顺其自然。那交给你吧，就决定是你了。轰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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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隆，引擎发动，嗨嗨，引擎发动，嗨嗨，真的，我很会开车。開車我平常练团的时候都跟他们在开车。那时候开车接送我们去一些地方。對對對對 OK OK， 越讲越奇怪。就你在乱讲。是我吗？好。OK。哎、欸，我们忘记补，刚刚忘记讲那个心痛的故事。哦，对对对，啊、我们要讲一下，就是我们这次要改编的歌曲叫《我心痛快要死掉》。那《我心痛快要死掉》的故事呢，是关于我大二的时候拍的。真人真事。真人真事，我大二的时候呢，想要追一个女生，就她后来被学长追走了。然后我跟潘玮宗很悲愤的在练台室写下了这首歌。那 Part Two 呢，后来大四，我成功的跟这个女孩在一起了。哇哇 ，Yes， 太励志了。太励志了！那所有励志的故事背后呢，都会有个趴山。我后来在今年五月跟他分手了。是啊，Oh no，Oh no！ 所以这就是整首歌一连串的故事。你通常都在什么样情况下作词？洗澡的时候吧。你说脱衣服跟作词？哎，我没有说脱衣服。这么多离题啊！讲什么东西？我们要讲，我们要怎么创作《冲冲冲拉风》公路公路旅行最适合。我们要怎么把我心痛了快要死掉了改成公路旅行适合的歌？我觉得要是那种很胖的歌，就是那种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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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那种很直线很胖。啊，你说有一种行进感是吗？大家懂吗？就是我们等一下这个歌的行进是咚。好，我没有节奏，我们要说词怎么改？哦，词怎么改啊？对啊，就是要很胖很油的词嘛。我受不了，我退团。还是改成骑车的旅行啊，那种可以耶，我觉得骑车可以，可以骑 车的环岛旅行之类的，是骑车的感觉，对对啊啊啊！三道猴子的主题嘛，就那种很八加九的主题，很可怜的，什么叫可怜？好、啊，你讲一讲一讲。所以变成坐上什么的后座？那个机车有什么厉害的那种？厉害的重击啊！反正还是我们走一个塑胶车路线，就进站啊、大 B 之类的。我们现在科技时代，现在可以为了要押韵，这个手机选字很好选。废。子期进站，子期进站。哦，配备也要我出一半。哇！可以，有料。很有料，欸、我蛮屌的，强好强、喔，我连不洗澡也有这种功夫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不用故意。还是你现在去洗澡一下？欸、对啊对啊，我怕我现在洗澡，我等下会完蛋了。等下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你怎么配得起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你怎么配得起？啊、这样、哦，你说像我这样，把嘴倒断，这样逻辑比较通、哦，要吗？哦，可以啊，这样好、哦、像我这样的人，你怎么配得？你只骑进站，配也要我注意。对，太对了，呜，创胜了啦！没双逼，你不适合我的公路旅行。字数不对，我唱给听。美双臂，你不适合我的公路旅行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有点当初那个过门的那种概念。好痛苦，好痛苦。我从公路旅行开始发想，哦，然后我们一开始想的是那个公路旅行会有一种咚咚咚的节奏，就是咚吧，就是很直线。很轻快， so groovy, so groovy. 对对对。那我们从公路旅行，我们要想到天气嘛，什么天气想要怎么样？一个晴天。晴天，但是稍微有点下雨。Oh, 然后环境是怎么样？啊、海边，好优美。但是稍微有点山。哦。那旁边有什么景色？有什么人物呢？有一个人在海边登山。哦。什么意思？OK。好，所以我们最后的前提之后呢，我们最后透过这些 idea， 对，发想出什么歌词来，雨桐听听看。对，真的，我们改变我们的 pre chorus， 然后我们改成像我这样的人，你怎么配得起？你只骑进站，配备也要我出一半。哦，哇，好惨啊！妈嘞！像我这样的人，没双 B， 至少也要大 B。的公路旅行。哦 ，Bad Boy，Bad Boy。咚咚咚咚咚，那天气就是那样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歌词没写出来，啊，总会有个大环境。
前期就是那样，言之有理。对，大家是靠音乐去表现啊。对对对。选奖，正大金选奖第41届了。正大金选奖是什么呢？它是给全国大专院校学生的音乐比赛比赛哦。OK， 那欢迎喜欢音乐的朋友们来参加。那3月在华山有金旋音乐节，我靠 ，follow 他们的粉专，一同来参加。喂喂喂喂喂！干我一回啊，干屁事啊！